玻璃樽不但可以透视到光线，还可以令到光线折射。轻工业风是工业风的延伸，透过各种元素和色调平衡了工业风的粗重感。如果想轻工业风，又可以带点奢华的感觉，又可以怎做呢？有兴趣想知道的话，不妨留意一下今集的设计小贴士啦。今次介绍的是 Lou 湖岭的单位，设计师为了提升客厅的独特感，特地在客厅运用了特色的玻璃砖。玻璃砖不但可以透视到光线，还可以令到光线折射，所以当灯光照射的时候，折射出来的光更加漂亮，就好像钻石的光芒一样，同时提升整个客厅的复古型格感觉。